Minions have spawned. Mike on. I just looked at my币 1300. 你要感谢他吗？不是啊，好累哦。他刷了这么多天。他啥牌啊？他奶上不会戳人吗？你说谁？教授。教授，金牌啊！哇，那你要是打白金的，铁定是被当白痴啊！没有啊，他打完就了，他又不是打那个。我可能叫他帮我打积分，我不是。他之前积分是我打的，好吗？啊，干嘛吃错了？算了，对啊。我只想跟你说，我吃错也怪了。没事的，我觉得我会抱歉。游戏好陌生哦，陌生，哇，好陌生哦，好久没玩啊，咋会？我连炮车都掉了，干！啊，他怎么满血啊？这样我不敢 get 啊。马欣，你弄你的，不要理我。你在说谁？我。牙膏啊。河蟹，敢是我吃也快，吃太快，还是河蟹出太慢啊？他妈的啊！我要死啊！他可以挡我一哦。可以啊，他可以把你挡在风墙前面。他的风墙可以挡哦，这样很热色哎。阿郎是不会爆开啊，他只会停在风墙前面而已。哎呀，干，他们怎么演啊？太白痴了吧！烦哦。哇哦！你杀人嘞！我看错。你这样讲话好像有点不堂哎。干，我的核心没了。来了，他没闪，你快跑，你不要回头，拜托快跑！好了，好，发现我的错。怎么啦？我你在哪？嘿嘿。他不敢来、啊，他没闪、啊，他是闪现技能。好、啊，对面每个人闪现都不用钱了、啊。哦，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叫我换、他叫我换蝶服，我忘记换了，靠！哦哟，你们下路可以推了，那个冰跟小布大哥。杀个蜘蛛这么困难？他改的方式很奇怪，他是从里面改那个键盘设定，他不是直接把 DF 对掉、欸。
啊？说啥？就是他的 D 是放，他 D 是放 TP 吧 ，F 是闪现。可是他那个图示没改，他是在里面改那个设定。知道改里面的。我再打的时候也会这样，怕被别人检举。嗯，他打他就没他，而且我最近都没开一张号。哦，我觉得我很迷路了，我现在不知道干嘛。逛街。好，我知道我想要干嘛，是蓝霸。不知道，我刚刚野怪刷完了，然后蓝霸没复活，然后我不知道干嘛。上路，这中伤是怎样？啊，怎么吃兵都吃输我？哇！我下去了一趟，然后心又被他控在那，死了吧？死了！我来了，你们撑住，撑得住吗？可以啦，我相信那个饭可以的，很 OK。爽啦！再一个，五秒，三秒，你有种就不要给我跑。爽啦！就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早点 Q 他嘞，好像有点贪了，因为我一直在等旗子。你 Q 他不是就死了吗？哇！我早点 Q 的话，他就会死啊！我应该就不会死。啊！我想说等棋子，然后说确保击杀，后来我还是直接 Q 他就死了，反正就是我在找来吃。那等下卡利吗？来了 ，Hello。哎，上去！哎，回来！靠！哎，今天好忙哦，妈的，有人找我打魔兽啊！不要去了。今天是一个很忙的一天啊！哎，我好久没打快打了，大家都在打积分，没空玩快打。嗯，啊，女朋友怎么又跳了？哦，原来你是农夫啊！我来了。没有眼，没有眼。管他的，谁管你有眼？那个闪现。混蛋！混蛋，我们走的好。啥样子？够吧？救命！救命！一度要咬我啦！啊！狂他！打他！武功！哎，这个治愈好哦，这个治愈好哦，好爽哦！好啊，那就帮你。我先去干吧，下路好像要搞事，真的是很会搞事哎，下路。我回归起来，你们慢点。我不带魔防就去到魔宫的。在后面，我在后面。我不是被看到了。拿树好像要下去了，会有刺的。哎，对，破传说。在旁。好吧。
啊不行！下去了，杨树下去了。下去了。难道你们是真的？没有人来吗？ 被奥的蓝呢？被偷了，不爽，一路把我蓝偷走。 哎，你可以等着。可恶，我的红，我的蓝。哪里在下？哎，不要，亚速。 手里剑，你看一下我就打。你跳过去。插三灯，认真。我跟你说一件啊，他刚刚在野区撞到我说，就把手里剑丢掉了。他手里剑是烟酒。 我不在的时候就不认真。好了，他没闪。耶！他风墙，我手长。你的 R 可以穿他风墙。这样子啊，我不是直接与他一起打吧？ 卡蒂来了，干嘛？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卡蒂来了不行。对不起，我也可以知道你的。
幽冥在这边。啊啊！不要不要不要！快看我！也是很勇敢的、啊，都不怕死、欸。Surprise！ 哈哈哈哈哈哈！来杀金克斯啊！有没兴趣啊？杀掉你啊！他这妖兵怎么自己跳下车啊？笑死！没有，他自己跳下车，然后就被我单抓了，傻！他的宿主已经死了吗？他的宿主在拆塔。有人蹲那个帝都。卡莉在野区哦。哎，我觉得好像杀不了他，他有点恐怖。他不在。然后我看啊，加速下去了，加速一个。哇，很痛啊！很痛啊！可是他还不是吹皮啊！很痛！啊，我的眼罩都被洗光了，我现在不知道干嘛。啊！有没有戏？绑他，带他一个大，三绑大啊，好吧，没事。大，没事。但你们两个技能性质根本就很快啊！哎，搞他，他偷我红，妈的，王八蛋，你到底偷我几红？来，抓他！不敢吃我五块。其实阿卡莉蛮膨胀的，会有机会的。想死啦！旁边有 Yumi，
啊？你说啥呢？等一下。哎、欸，你那里不好啊？你怎么那里不好啊？蜘蛛好像发现你了。好吗？可是我刚刚带小人都没看到眼。蜘蛛不见了，他刚才总部跑上路。咋啦？哦，他完全没收我。哇，我都被看不起啦！我来了，阿卡伊特，不知道被处死。哦，真是浪费。在旁边蹲着。他是。也一定是认真的。我傻263打的跟82是一样。哦哦哦哦哦，这个很恐怖，这个组合很恐怖。东明跟阿卡在这，你们看要不要继续推吧？只有金车子而已。哎、欸，退了下去了。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往下走了。啊！出事啦！哟，他怎么把我眼睛当一家成员逛啊？这是误会了什么东西？唉，亚瑟是想划你是吗？很好无尽哎，感觉他抽你会把你抽死。反正阿卡加幽冥到底什么怪咖组合？他没大了，有没有先去弄他？没空。还有什么？他没收一件，太危险了！你消失了，我也去了。等我上路。死啦！通通死啊！转哦！靠背怎么打？把他当盒子哎，他从这边滑过来。快逃
觉得那种位，有死，伤害太痛了，什么伤害？压着伤害，哈，你看他们刚刚四打五哎。 在哪里？都可以。你说他们哦，华丹。条路啊，各位兄弟们可以挑路喽。你要打中路？你会打野吗？哈哈哈！当然不会啊。我以为他玩易大师是要打野。 还是你要玩易大打野？我好想玩镜哦、喔，怎么办？我想玩镜。选啊，想玩就选啊。可是我不能玩镜打野啊。那你上去。他打野了啊。好。为什么他现在都跑回去经典造型啊？啊 ，I don't know 啦，我只知道我进山路会被打穿而已，就这样。我要去厕所。哈哈，妈的。 怕你打个二杀四，啊？你打个二杀四不用怕。完蛋了，结束游戏，下一回合。说明是凯尔。赶快啦，绝对是爆线打。凯尔应该会比较好打，二杀四真的是没得打。你看他的穿金，这根本是心脏号啊，29的。 听说这个重置 bug 是全服务器都有，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说那个重置 bug， 全世界都有，就是你现在服务业什么都被重置掉了。好像听说有人说是全世界都有。
我现在是全世界的顶尖玩家，不是同志系统玩家是吗？要给他扣钱，他想扣钱呐、啊！框他，框那个王八蛋！在干嘛？你没有想要赚钱的吗？你不是在盗窃之类吗？你就框那王八蛋赚钱。觉得我应该是打二打四的。营业场是多少代币啊？十二 NG。嗯。输是六，对不对？对。你知道教授跟我说每场都十五头刷的比较快。是没错，十五头很快。你不会每场都遇到十五头？那种都是五拍啊。为什么我是打二杀十？哦，原来还有二杀十，你看到他？你在干嘛？不要吵架好吗？你最讨厌的乔斯。啊，该删了。我的愿望他都还不实现啊！你过来好不好？你在干嘛？你过来。这二十九等铁定就是要练到三十等之后，开小号就打积分啦、啊！妈的，最好是跟我一组啦，这样就爽爽惨。是不是十一等钟就打不赢他？啊？我十一点钟都打不赢凯尔，没有吧？你是拉打脚，还好吧？他是爆发型的啊。啊靠！小文丽，这大字是傻傻的。回家了。拿下了，快！咦？一直喝，一直喝啊！有光柱了，傻眼，他没光柱了，被喝完了。去死！哦、我没中。嗯，不水的 ETB 哦。哇，小八。你有病！我想说，二大师不是还在上面跳吗？有没有这个资源自己捡？这蛮到位的。这张应该两个都全收的，收掉一个太可惜。哇，死不回家哎、欸！他不回家，他是在给你赖等级的，你等他上就直接砍杀他就好了。什么？应该是会死的，你应该先上六吧。我先六。他光路也没了，还敢那边嚣张？诶、欸，叫 The Master E 去塔杀他，一个一下先生等就挂了。不太行，130的。你有闪现应该还好吧？打死！哎呀，被阿打死了，傻逼！
哈哈，这三怎么蹲我？没蹲到，我笑死！哈哈哈！我都没看到这一次哎。看有个船撞我，啊不对，哦对，光盾的十字。拜拜。好，死掉了，再见。但我不该打那么凶的。 他有大，嗯，大。他那个补血，他都要加。没有啊，他六的血还好，没多少。 高，也没有。我不觉得，我完全不觉得他打得赢我，一直看他什么烂鞋。他不可能打得赢啊！我跟你讲啊，你是爆发的啊。 他是持续输出的、啊，所以他都没清到，他就是掰了。没有他，我根本就没清到他，他一直被我输光了，我就直接在洗。那是他白痴的。他鞋买的太多了吧？哇，你就算去输赖啊。 加完再上。掉了。啊，他子弹农兵了。完啦，弹幕炸掉了，这游戏，待会儿吧。好了。 花闪现是什么东西？他帮我守个中塔。 大招是多久啊？啊？还有的大招是多久？不记啊。嗯？哎、欸，我没在记他大招哎、欸，所以我也不知道大招多久。 我知道，我知道。要看到谁是超好笑吧？他 EQ， 他 EQ 还没出来。
上来，别刷野，没野，没血啦，还不错，他怎么可能会走？他没炸，都没炸了啊！嗯。 过来，帮我追一下。他上去找你了，没事，上去找你了。他有大。哪里？ 他知道后面，听得到他。啊！看不懂。呀！
炮枪王。这段战斗打的，就他打的，他怎么会打的赢我？他强弱，他刚有大招打不赢，他现在没大怎么能打赢我？三小，打掉了，打一道等你啊！直接去中路了。快跑快跑，等帮你到这儿。哦，每次看到他都要喷闪的，该死的是他是。你怎么没注意？刚好攻击退球啊，看着我死了。给他 Q 起来。还要？对啊，我想送你刚刚退球。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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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半点闪现真好跳，太慢了，挡到你了，这个来挡他了，嗯，过来啊，要反妹又躲塔里就反杀你啊，去死啊，哎、欸很准啊，妈的，给尊重好不好？大都讲下去了，有本事啊！局长，会，我局长让你去加入吧。狂暴力人，拉倒。这是新流派吗？小皮球，是是，妈的，干！快点出大事啊！好大好大！双塔双塔双塔！走。嗯，我应该喷赫，然后不应该喝歪了，是你的。对啊。他干嘛要找我单挑？他有病哦！传送，传送。是的，是的。我走开。打了。出那个，还有装饰
不用读这个。这个太多余了。重点是他出那个，他也没有带盾级啊。好，有不？他的 Q 有缓速啊，还有的 Q 有缓速。我是不知道你是被哪个戳到了。我被 Q 戳到了。Q 戳到了就缓，那 Q 的缓速啊。如果是普攻，就是这个的缓速。上次觉得缓速其实没什么差了。重点是米一啊，米一没办法。顶上墙，绑大。没到。好了，这个。行。我派朋友被你抢走了。哎，你朋友会不会生气啊？啊，那个饭。应该可以换掉这一座吧？他怎么这么夸张？到那边，好了，好，很加速。对，打，姐你要死啦！我要去守上路啊，上路要炸掉了。别戳我！哦呦呦呦呦！可恶！啊，我的天哪！哎，那刚刚闪现不应该交给露露的、啊，如果没交给露露，我可以把他，可以收掉他们三个。装是错装的，算了，这边。哇，我现在的伤害不是开玩笑的。两枪到三枪那个路都要死了，那边一直杀手，看我用暴击，有人出来玩，出来，到这里，会不会太好？啊，其实我以为我不会打输哎、欸，
结果我打输了。他那个温泉回血了。啊，这边啦、啊，还好有换掉，不然就尴尬了。可恶，送他600块啊！我有送他900块啊！六鸟给我吃一下，会很甜。对，二杀是他的。哎，闪现，记得闪现哦。啊，是啊，我被抬了，我没看到抬了。傻逼！剩他，剩他，他没大的。啊，我没大。他是六的。他没大。如果饭吃到两下应该就挂了，两到三下就挂。啊，我满血啊，是小。欸，他会暴击，他会暴击，一下你就挂了。哦，满。失误了，是两下。不管是飞鸟，但是我觉得他早已把他推走，应该不会死。啊，我先想想要读什么。这些都好了，唉。他怎么十七的啦？他这个会暴击，很痛，要小心一点。我要杀二煞师。哎，野生露露。好吧，鲁夏。再杀一个。二煞师在后面。快逃啊！哎，还有没大了，拉着打，拉着打。结束，打完了。哎，我这个出装是看 JJ 出的，好猛哦！试过才知道这个装这么屌，695的攻击力。哎、啊，这样才是剪哦，不可许。哎呀，我很混吧？哎，还好哎。啊，凯尔为什么要这样出？真的不懂。他这样出没啥伤害吧？刚刚都已经十七等嘞，他十七等应该要
爆炸痛才对啊。干啥？他没回我。换一下吗？看你啊。OK。葡萄圈你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好玩，那个装备真的超屌的。装备？对啊，你看我刚刚出的，那是我看 JJ 出的，他是那样出，就整个就很夸张。可是他好像没有出五金吧，我也忘记了，我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去过小人马的那个战斗力是真的厉害啊，大水鬼我都带得起来。那不是今天的影片吗？对啊，我就看他今天的影片，然后来试试看。哎，他有出武镜啊？他是没出什么？哦，我知道了，他是先出利刃，然后顶装的时候再把利刃换成武镜，然后出水晶跟鱼 A。难怪我刚想说，我出了利刃跟武镜啊，怎么少一个空位？我想说他可以出两个水晶，一个水晶跟一个鱼 A 才对，就我刚只能出一个鱼 A。他什么都卖掉了。利刃，没有他是利刃跟无尽一起出来，然后最后才把利刃换成多破。哦，是的，这个换装有真的是有头脑真的厉害。那装备很痛啊！印象中，啊、没有蚊子，好嘞。离你太远了，我也不知道啦，不好说。我刚刚没有哪一场去打试打积分，因为积分队友真的太戳了，我玩不到就已经结束了。有啊，上一辈玩过。他刚打 NG 这时候智障的，更没什么练到，完全不知道是玩冲啊小。我刚播真的超可惜的，我应该上路路线把鳄鱼养到肥滋滋，然后就游戏结束了，完全没得打。路线上路。对吧、啊？他甲克斯被逼就选路西恩，然后他就送了13颗头，哈，游戏结束，完全翻不回来。而且我那时候下路是穿线的，穿线还打不赢，就是真的超夸张的。然后那个卡特一直放血鬼下来，然后就他妈的很干。他放血鬼下来就算了，我想说
会战他输出，结果会战他妈的也没输出，然后我就不懂那卡特的整场都来干嘛的。逛街。现在。现在，直接开车吗？走啊，除非他要你来。啊，不管，要他来讲。帮我们来问阿古好了，你能接受一个妹子吗？莱雅吗？啊，雷的妹子哦，非常雷哦，雷到歪头的哦。我都能接受另外一个。歪的是谁？要啊，我没差。好来啊！你以为会怕吗？怎么可能？啊，不行，他听来就不能讲。哈哈，真的是风水道啊！马四，马四，安安你好，安安你好，你们要人？哦，我看一下。我们的素食。对吧？哦，这把欢乐场哦。嘿，对，欢乐场哦。他如果没进来，他如果没进来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好。我把我的午餐留到现在才吃。小心拉肚子，今天天气很热啊。哦，中暑啊！我带志平带到中暑。带志平的学生带到自己中暑，志平的好可怕哦！要干嘛？难道这里有志平吗？在吓我？笑嘻嘻。要吓我？然后这里有志平，我就死定了我。啊？我今天带志平学生，然后他们好凶哦。哦，哇塞！现在高中生不是都很凶吗？没有，他们就是我们那个我们资团，我们资讯院的其他学系的带电机科超凶，每个都脏话连篇，然后直接呛人的那个。啊？听不懂？就是我们资讯院有很多科系呀、啊。啊。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分配，他们被分配到电机科的，然后全部都呛人。哇、哦，有劲哎、欸！学，我突然想玩提摩。哇，系主任命。还好啦。现实动态打卡问卷，我没有说新衣微秀，好贱的！为什么要跳？跳不跳了？我想要那一只。干嘛？你玩谁都可以啦，我帮你闪开来嘛，你就万事皆哦。哎、欸，有钢斧哎，送你。我甩到雷子，我在甩，我雷子很烂。哎、欸，奶妈，我甩到奶妈，大雷子。棒。你要玩圣哦？不好吧？圣战士问号。我玩 AP 哦，他妈的，那你叫出来。这阵容是玩 AP， 敢他玩 AP？ 啊，我玩谁？妈的，我这时候已经爆发 AP 了、欸。新威秀是哪一个啊？真没去过。新威秀，101旁边。啊，太高级了，没去过。我们。系主任要我填这个问卷，然后再问新一微秀的那个满意度调查。好，算了，终究还是开始了。
拿牌金牌干，难怪鸡掰跟我说要打 AP， 啊算了，还好他玩 AP， 哈哈，这边好屁啊。对。干，现在水滴的凯莎，他那个魔剑出来真的是跟鬼一样哎、欸，超恐怖的。问到 IG 的问题哦，我唔知。我、哦、那间哦，刚我去过一次哎，去过一次，然后自己也不记得。还谁？我刚补到后面的。很棒。找到人，找你死不到啥？怎么打？可惜，还七分钟。你有那个？他是被雪球打到吗？怎么打？怎么会爆掉？灌溉。哈哈哈！你要停机？好，我死。哎，我是传送的。OK。那你是啥？人错边啦！我把后来附写在他脸上。别再好了，再不交 AD 啊！烫到，烫到了！闪三下，不行！啊，要降了，中了，好。微秀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要特别小心。
好了，这把打完我就打魔兽。再见了。哇！警察叔叔，好吧，警察姐姐。 你想变身吗？哎，我要死了！啊啊！帮你还血，帮你还血了！不要叫！再来！刚 CD 我怎么办法？啊，为你开大！哎，又死掉了。 警察姐姐有没有兴趣抓饭的？我大。OK。哦，这个烫神部哎，很削，那个很削。我们刚好刚火大，那个卡片迟早要死的。 很快转好了，我要还有点久。啊？OK。我们刚刚是二打三的，我们刚刚是二打五啊。你说我们两个？我帮你开，我那时候你们上去的时候，我帮你开那个。啊，那个萨克的箱子，你要开。啊，或者是那边好多萨克的箱子啊。 没带，等一下，啊，等一下，一定要。大宝，他说A，然后想要普攻杀我，啊，可是，哇，可惜，感觉又是，又是，他都带你耶。 我半天都不带你耶，哈哈。我要死啊！来抓你一下，你们。那上次我那个雷之鱼怎么看？雷之鱼，你下面雷之鱼。追着拉克斯跑的那个。哎、欸，你要死啊！哎、欸。啊。 哦，所以宋桃，对不起。然后你来一次上路，是吗？哦，雷军你单挑的时候。他已经忘记。我忘了。我玩拉克斯啊。啊，雷军是小号吗？我跟你单挑的时候。哦，你跟我单挑的时候，没有，我后来。这么远。我不是最近都要蓝霸吗？啊，对啊。 没有啊，你就一直要查杀我，没想到。哎呀，哟，完美主打，来帮你回血。血。啊？哎呦，你有这大开的吗？开的吗？开了。 要杀你，要杀，你还是要杀。我要烧你们！他拉我了，跳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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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出 AP 打不准，可以射歪，而且还射到墙壁以外，真的很棒。你说那个吗？这是谁啊？这是什么？啊，他是路人，亲嘴，太嘴硬。阿甘。 再会。哎，好像小闪现，是不是？还是我听错？没有啊，没有小闪，他就直接走到你面前把你拉过去，拖回去打。你看，没小闪，我好像有个声音，我听错了。干！忘记他有大了。
啊，别的开始啦！妈的，揪我打魔兽一直就开始。这里有人哦，感觉草丛很多。草丛里面那个还在哦，看到。什么事啊？你的大毒酒。警察姐姐，请开始你的表演。加他就知道了。开大吗？开大，我打。啊，那才好啦、啊！啊，是我赢了。就过来，等我，等我，你等我，好，你死定了，就考着了，就考吧，耶、好多人哦！你再往前走就要跳辫子啦！快逃啊！快逃啊，奶妈！快逃啊！啊，你死定了，拜拜！你死定了，再见！哈哈哈哈哈！我先要出手套啊！是，悟空，感觉跳辫子啊！他们差不多一个人丢一张，你就回家泡温泉了。好了，应该是没那么夸张了。跟我啊，应该是没那么夸张。哎呀，哎呀，我不敢打，不敢打，等你们打，我不敢打。啊，怎么样？我有打了好没？我真的不懂那个凯撒是来干嘛的啦。我这是他妈的。就高 AP 啊，哈哈，还在给我追 AP， 够他。不开哦。我觉得不妥哎。啊，挂了。是。太远吧，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所以我应该要，可是我开前排没意义啊。我觉得这边都是他们的箱子，我很怕你。都是大哥的箱子。我是怕你飞出去之后就全部，你就直接定在那边不能动。你知道谁？好，你要太好就上了，看你。跳就上。好，也要死。哦，上了。神经病，八九。我找到了。哦，飞超远的。哎、欸，那个你那里自己处理一下蝎子啊，我们。啊那个应该不是我烧的吧？蝎子在后面，我来帮你处理它了，我来帮你处理。哎、欸，你去干一下这个。你炸一下。这速度打一下，然后我丢，好痛。好，怎么又开始打了？你去打。好嘞。我大概有23秒。哎哎哎，可恶啊！怎么有？没有办法。哦，他出绿刀了，妈的！
哦，等我，哦，哎，哎，怎么死了？问号。不想要不要开大？只是为了他开大，好不值得。哈哈哈哈哈！干什么？又是你！ 你才要抓动物了，我来了，别怕，古同学，打！我就是他，我可以出物访吗？哈哈哈哈哈！我可以出物访吗？让你机车哎！哈哈哈哈哈！我撞到他了吧？来！啊！你成功了！啊是。 哇！你被你的同事给杀了。他怎么误入歧途？误入歧途，哈哈。原来跟你不同，那就是误入歧途。哈哈。哦，这个钻弹还是很棒。哦，御姐是不是警察？是。他不太懂。 哦，对，海盗，他是要被抓的。哈哈哈哈哈！看来他真的误入歧途了。哈哈哈哈哈！哎，啊，不对啊，我们这边有海盗啊。哈哈哈哈哈！他是啊，说啥？是我烧烤啦，废物！干，我就你们就到。好，欢迎。 行，可以打，可以打，那波可以，他没打。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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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喂，下来，有点忙呢。我们，没关系，你现在下去了，我们四个人应该就够了。我刚吃便当。哎，我来救你啦！啊啊啊啊！哎，撑住，撑住！死定了，干！撑不住。没事，好吃不放。喂。要试试，要试试。然后他花了没有带布，没有带任何。你要回来再讲。啊，你现在先去忙你的，你在拿东西吗？你们在哪里？还是赶人家？没有啊，说啥？有点尴尬。嗯，人跟人。我拿了17分钟，刚好回来。拜。但我应该洗鞋放给大的。开始。大。好了，我晚点再下去柜台找你。可恶，他要来的。哦，感觉也是吗？妈，全当都灌我脸。有黑猪嘞。哎，你怎么又大？还敢得意呀、啊？啊，我已经完全变这一粉了。没有，你知道我出去，我还要再换一件裤子才要出去。哈哈，真假的？你
可以挑战穿内裤出门。我没有穿内裤，我是穿睡裤在房间，但我才不会穿内裤。哎、欸，他不会危险了，我有控制力了，我觉得我好起来。你快，你要被大把。哎、欸，哇，我可以带那个吗？可以可以可以。你看，都还在讲反。是啊，你想带什么都可以，反正你号站出来了，万事都 OK 了。是这边甲。他血没参军。可以。保险没3000啊！是奶妈，真的是，其实是真的是。哎，真的有那个，哎，真的有那个。可是我们枪不切 AP， 然后就是打了爽的啦。到我，还没到，蝎子没到。啊，那恐怖很好烦。哎、欸，很痛很痛，痛很痛！老大，他拉你了。没有，你的鞋比较疼，他想拉你。我比较美味啊！我接住了。他已经拉我拉到厌倦，有没有？他后面就不拉我了。有这回事吗？他后面有拉我啦。我他妈绝对要看凯撒的输出。对不起，我道歉。各位检举我吧。凯撒输出比我高哎、欸，才高多少而已，你血 A。是啊，他的 AP 系数就只有 W 而已。我是他妈四招都是 AP 系数，然后我输出输他哎、欸。他 AP 系数比你低哦。啊？他是那个丢出去丢到的啊。他是在普攻吗？你扣除普攻，输出比你低。我都看对英雄造成总伤害，请你往下看，下面那一行，真实伤害有魔法伤害吗？对啊，这个不算啊，总伤害才算啊。你又没在普攻，可是你自己看你普攻差多少，不知道吗？没人在看下面物理跟魔法伤害吧？那两个加起来就等于总伤害啊，你是有吧？但你只单看总伤害的话，我的输出是比他低的。纯看魔法伤害，你比他高啊？啊，有办法，这是屌 AP 哎、欸！哎呀，不管啦，输人家就是不爽啦，对不起啦，检举我。我还误会人家哎、欸，对不起，道歉。可是他不是只有技能有丢到吗？对啊，那只有技能丢到伤害就很高，可是我真找不到他刚刚哪里有在输出。看，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了。我在瞪了个你六六六。哈哈哈哈哈哈！这么屌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干嘛？你也想比这个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啊，我没有 S 姐，我也没有 S， 我什么都没有贴。我只好听。你整天聊天，你什么都要比。你们看我要先打吗？可是他们九分钟了，哎、嗯，我还等他们好了。他们是谁？然后打魔兽的另一拖狼。那你到底打魔兽还是你要打龙？我在听打魔兽，日本。还不要继续打，没有继续打就。散团，散团，散团。Mic off. Powering off.
好今天私底下是三小，还好我今天去大卖场拆卖了一下宵夜，晚餐不用再叫麦当劳喽。好了，哇塞啦，等我吃完这几只。哎呀，要是 AD 我们拉的好一点，不可能会输啦。我觉得我这个盾可以开两次，所以我刚刚应该半血的时候就开第一次，不然我盾太大格啦，他们又打不破，对不对？我大概就是抓个三秒的距离，就是抓个三秒钟就可以把盾弄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我觉得他们三秒钟只能打我三分之一的血的话，那我就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开盾。嗯，我觉得是这样。会玩。对，5秒而已啊。合理，我超硬哦。嗯，不要这样讲啦，不好意思啦，说我超硬，我本来就很硬啊。看我这物防207，2800滴血。你看这个普攻，这角色真好玩。开田，开田。AD 可以狂一点，我可以吞他。对，我可以吞他，忘记可以吞他了。怎么送头？我又在送了，你看，负面态度果然在送。有没有人敢迎战？有种就跟我单挑，没种啊！开田，终于勾到人啊！不要打了吧，这位置不好啊。哎，不对，我刚原本买两把短剑是想出智慧默认的啊，对，这把对面全都 AD， 我出智慧默认干嘛？那我买个反曲弓放着好了，我就放着。出三项，出三干嘛啦？好啊，我出出看啊，我没出过，我觉得不强哎。我可以出看啊，搞不好很强。我随时可以到场啊，开田。没填到。他要送头吗？他要送头吗？没有哎、欸，他很强哎、欸，可以不要打，可以打塔吗？哇，刚好突破！哇，还有突破！欸，这鬼夫想 carry 啊，他是认真的想 carry 的，他完全没有放弃啊，太夸张了吧，这种场他还想 carry。
F 还想跑？一个很好的装备，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出。我先把那个，我先把反甲出来。开点，开收。
来啊，快点，我们上去打我，我们集在一起，你放个大一定很强。等一下，准备喽 ，Go Go， 上车！哎，我走了，走了，走了。妈在嘴啊，在说我统神啊，在说我统神。이빅키로안하면안돌립니다이거살구님강제금주당한지3주됐는데몰래술먹으니너무행복해요하하하하하이렇게살구님영상도보고흑흑나는너무복받은사람같아우우살구님사랑해요우우엉엉아감사합니다쏙쏙쏙대제개구를모르는데바칠각으로찾아와서오히려나갔죠내가바칠이오히려독이됐다바베킨칠리없었으면오히려아니다아니다위치몰랐으니까내가이겼다그냥아그냥내가무조건이기는거였어애초에개구찾을생각도안했으니까나는알고있었고맵빠진삼경도감사합니다이거받아가지고저게살인마의불리한점이야살인마는본인이전략적으로유리한것만계속봐야되고생존자는4명이고그다음에자기가유리하지않거나구조차지나이런데도막가야되니까좀더적극적으로바칠없었으면은오히려내위치를모르니까내쪽그쪽으로안오고딴데가가지고어뭐야여기개구잖아그래서따서내가질수도있다그이제직소같은경우에는한방있었는지모르겠다한방있었으면직소는 90% 하고한방을주니까그엔드게임가면은한방있어서내가지거든했죠개구위치알았다면은살인마가유리한가요어누가먼저들어그도달한데서그러니까살인거기개구멍위치에가가지고그네모난곳위에미리들어가있는사람이이겨요미리들어가있는사람살인마드승리방금은이제내가이겼다삥잘하는법이야삥을생각을하면서하세요여기갔다가저기갔다가여기갔다가이렇게물어가동선을어떻게짠지를생각을해야돼요그게되게중요해요위에올라가서잤다고요글쎄난안따다지도않는데이제개구뒷목못잡아요그래가지고누가더빨리싸움이났다뒷목못잡아요못잡아그래서말했잖아누가먼저개구목위에올라가서긴박하고있는싸움이라고잡아서더좋다고생각을해그래야지아무런소식이없어요
쌍발이네. 어, 알겠습니다. 안 그래도 쉽게 썼으니까. 하림마 그냥 농락당하는 건 아니야. 하림마가 이제 지금 더 까느라고 시간을 소비를 한 거고, 하림마는 겉구고요. 가장 센 쌍발 애도를 꼈으니까 후반 가면 모릅니다. 후반 가면 모르는 게 아니라 후반 가면 우리가 져요. 한 방에다가 쌍발로 덫이 딱 깔려있어요. 쌍발에도는 이제 덫을 해제하면 부상당하고, 그다음에 해제를 해도 30초마다 덫이 랜덤으로 하나씩 다시 설치가 되므로 설치하는 게, 아, 해제하는 게 의미가 없단 말이에요. 그래서 그냥 발전기를 빨리 돌리고 끝내버려야지 이기는 생각입니다. 후반 가면 집니다. 후반 가면 100% 확률로 져야 돼요. 그게 타임 어택이야죠. 스타트는 되게 좋은 게 누가 불리하고요. 일발전기 질 것 같진 않아요. 이픽 잘 살렸어요. 결국에는 아, 저 끝에 안전한 발전기 돌아가고 치료중에 있고 얘가 살려주면은 템 끝이네요. 나는 죽을 수 있는데 나머지는 사람률이 굉장히 높아요. 마지막은 한방 덕분은 한방 있으라는 게 99%. DNA님 이픽 감사합니다.
빨리 키고 빨리 나가야 돼. 버리는 게 제일이지. 이 생각을 할까요, 애들이? 얘는 해야 돼. 최소한 얘는 해야 돼. 왜냐면은 여기서 계속 두근두근 됐단 말이야. 덧소리를 못 들어도 계속 두근대곤 된다는 거는 덧을 이쪽에다가 못 들어가게 그냥 다 깐다는 생각을 해야 돼. 얘는 못 들어와요, 얘는 아예. 덧이 사방으로 막혔기 때문에 덧을 해제를 하면 부상당하기 때문에 부상당하는 순간, 덧 해제되는 순간 동굴 올 거라고, 일로. 다음 판도 연장하죠. 아, 사방 공포증 부정한 게 글쎄요. 그래, 좋은 시도긴 한데 내 생각엔 한방에 비교하진 못할 것 같아요. 덕구의 맛은 딱 그거. 덕구 승리 플랜이 이게 제일 확률이 높아. 뚜박이들 다 그렇지만 결국에는 이제 루인이 빨리 터지거나 방금처럼 빨리 터지거나 아니면은 생존자가 엄청 뺑뺑이 잘 돌면은 게임 이기기 힘들단 말이야. 그러면 이제 억지로 운영하면서 일발적인 잘 지켜내면서 이득 보다가 마지막에 뚫리면 한 방으로 애들 다 쓸어버리는 마지막 기회, 요게 있어야 되는데 저기 한 방이 없으면은 힘들 때가 많아. 전 그래서 뚜벅이 뭐 전구 덧구 종구는 안 넣을 때 많고 전구 덧구 아무튼 변수 없는 애들 있죠. 그런 애들은 한 방 진짜 많이 넣는 편이에요. 봐봐 지금 덧구 봐봐. 그 발적이 다 켜지니까 힘이 확 떨어지잖아. 그래서 한 방을 무조건 넣는 편이야. 부상당하는 덫에 하나 더 실험해보시죠. 저거는 근데 옛날부터 많이 쓰던 조합이. 네? 하나 더 구매하다가 부상당하면은 더 해제하면 부상당하고 그렇게 좋지가 않아. 근데 저 아이 남군님 감사합니다. 자동의 덕가방? 그거 괜찮아요. 확실히. 아무튼 저 세팅 하려면은 마지막에 한 방 넣어가지고 좀 빡빡하게 하는 게 맞더라고. 아니면 저 세팅에다가 깜짝 상자 넣어가지고 게임하는 것도 괜찮더라. 아, 나도 살인마 하고 싶네.
시계를 넣자. 개입의 루인이 쓰는 거요. 최근에 뚜벅이로 많이들 쓰는 조합인데 좀 시험 삼아 써보는 세팅인데 저는 개인적으로는 별로인 것 같아요. 어떤 식으로 게임이 되냐면은 부정한 개입 때문에 옆에 있는 반짝이 꿈돌이잖아. 돌릴 수 있는 반짝이 어디 있지? 하면서 찾아다니다가 루인을 매겨. 그래서 터지러 가. 그래서 별로인 것 같아요. 부정한 게임 때문에 그냥 돌아다니다가 우연하게 유입하게 터지는 거야. 그래서 방금도 그렇게 터진 거야. 애들 막 손대처럼 이제 어딨지? 하고 뛰어다니다가 같이 쓰면 안 좋지 않냐. 그래서 별로라고 생각한다. 그리고 이제 안 들키면은 좋은데 루인이 항상 안 들키면 좋지. 그래서 결론은 별로일 때가 많다. 루인도 너무 자리 운빨지만 그쵸? 루인 혼자 끼기에도 루인 너무 빨리 터질 때 많아가지고 이걸 게륵 같은 거 껴야 돼 빼야 돼. 끼면은 빨리 터질 때 빼면은 살짝 확불하고 돈도 없네 이런 경우 많은데 부정한 게임까지 쓰니까 손대로 하면 그래. 루인 안 쓰면 이기 힘들지. 루인 안 쓰면은 초반 진짜 센 애들 안 돼. 루인 안 쓰면은 깜짝 상자 정도 써줘야지. 혹은 돼지퍽이나 써줘야지. 돼지퍽 써서 이제 애들 반쪽이 돌아가는 대로 토큰을 맞춰야 돼. 필요한 정도 서울 서버 나오면 좋냐고요? 일단 방금처럼 빨간핑 나와가지고 방 빼고 다시 들어가고 이런 일은 없지 않을까요? 타게임 벤처리 기급되어 있는 사람이랑 그냥 합니다. 근데 이제 뭐 때문에 된지 모르겠어요. 오래된 것도 있고 엔간하면 안 하는 게 맞긴 한데 사람이 없어서 그냥 하는 편이에요. 그런 것까지 거론하려면은 한도 끝도 없어서. 근데 이제 타게임 밴드에 있는데 막 아이템 좋은 거 쓰고 에거시도 있고 이러면은 나보고 I'm your 팬이라고 했거든요. 근데 그 팬이 PEN이라서